慈济寒冬送暖，金堂召镇在寒滩慈济小学举办，发放大米、食用油以及保暖的衣物和厚棉被，物资摆满了整个学校走廊。前任和现任校长也带头做志工，扛大米发物资。今天大概应该是来了200左右的人吧，他们呢都以满怀一颗感恩的心来参加这次活动。我只是想呢，通过这么一个活动，让自己始终铭记。公益之心应该永恒在自己的心里面。十年前川镇慈济援建校园，当年的爱一直都在，而且更多。我今天发油，觉得快乐，我也快乐。这次有302户接受这份帮助，李娟还特地把去年的温暖穿过来。是去年慈济会领的，这个衣服非常舒服，谢谢叔叔阿姨给我们的。油啊、米啊、那些袜子啊、我们子女的衣服啊，啥子都有，非常感谢慈济基金会。用爱带动爱，延续温暖，要度过每一个寒冬。大爱新闻叶萍，四川报道。